今天怎么拍？今天我们挑战用飞镖扎巨峰葡萄，谁扎破了葡萄多，谁就可以吃整份一整张的美食，另外一个人只能看着。OK。第一局奖品来份整张的果丹皮，来这一局每个人五个飞镖，看谁扎中的多。好戏就要开场了，预备，开始。接下来请欣赏我王子过的投资技术。我哥怎么这么快就完成一个了？完了，飞镖又完了。没想到这游戏这么难呐、啊！下一局咱可得加油了。哇，妈耶，好大一张！看我哥吃的，我也好想吃。你偷偷拿一个吃。应该不会有人发现吧？好的，他没看见，剩下的待会儿慢慢吃。第二局奖品来份整张的酱香饼，这一局每个人有十根飞镖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这一把我可不能一个都扎不中。我哥怎么扎一个球飞两个球的？连续中两个，不愧是我。再来，已经没有飞镖了，接下来就只能看我哥了。他到底会不会赢我呢？这局咱们险胜我哥一颗呀，整张的哦，酱香饼都是我的，哇塞，真的超级大，赶快吧唧一口、嗯、哇，酥酥脆脆的，超好吃，香绝了，再来一口。我哥只能吃葡萄果冻了，剩下带回去每天早上当全家早饭吃。Round three， 最后一局来个终极大奖，一整张的金钱赌、oh、来这一局每个人十二根飞镖，看谁扎得多。我哥又在搞什么？这样能帮助他获胜吗？预备，开始。你慢慢倒腾吧，怎么就扎不中呢？不行，我得赶紧丢。我哥真的有在认真瞄准吗？两个啊，三个，四个，哦，居然一箭双雕了，我可真是太厉害了啊。五个，最后一只了，接下来就看我哥能不能超过我了。真害怕我哥不小心打中我。我哥在最后一只会成功吗？竟然让我们打成平局了。这结局也太戏剧化了吧，每个人都扎五个，来吧，那就扯多少吃多少了，预备，开始。局势不妙啊，完了，难道我要扯输了吗？感觉可以放弃挣扎了。干杯。这个金钱度也太会拉丝了吧。哇，太有嚼劲了，再尝一个葡萄果冻，津津有味的品尝中。行了，别吃了，剩下单叶烧吧。